王二金，现在还行吗？困吗？困，睡了三个小时，肿的不省人事。4:30就出发去机场的小朋友，我一想到我要4点起来，我就睡不着，然后我就一晚上没睡。那还是兴奋的，因为这应该是第一批真正的观众。嗯，紧张吗？不紧张。那会期待吗？会，就可能因为你还没有去路演，就现在还不觉得是真实的，加上我现在没有睡清醒，我现在有点懵。要是你面对第一批看完的观众，你就问一个问题，你是想问什么？看吗？同款指甲颜色，还真的调的呢，一模一样，跟洗里的。期待晶晶一会儿的变身，出发。期许，毕竟无论如何，你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谢谢静怡送给我们大家的礼物。关键是人家穿什么都好看。没事，还是粉色的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还挺保暖的。对，刚好穿的少。行，哎，还是很好看，你看，你看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。今天第一场的路演开心吗？挺开心的。最分心的应该是风犬小分队，他们是保密到最后一刻吗？我完全不知道，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这件事。那期待明天看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？也是疲惫了一天，然后现在晚了，拜拜。无线对讲机，收到收到。你在干嘛？我在采访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那希望大家3月8日都能去电影院看《被我弄丢的你》，然后不仅要爱自己，爱自己身边的那个人，不要让他们丢了。好。